这样走不是吧？我们开车走，我们开车走，走走，赶快开车走，赶快赶快赶快，这样走不是吧？赶快赶快开车走。What's up, Jenny GT？ 大家好，晚上好。为什么会跟大家讲晚上好呢？现在呢是晚上的1:07。为什么会这个时间起床呢？因为呢，我来 prank 我的女朋友。那上一集的时候呢，她就弄我是假装死啊，然后呢弄我很紧张啊，还有特地赶回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要想到是攻击她的弱点。她最怕什么？最近呢，我不是养了一个新的狗狗呢，叫做功夫。那之前的狗狗呢叫 Panda， 对不对？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功夫的这个耳朵呢已经站起来了，这个太棒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哒啦！你看功夫的耳朵是不是站起来？给大家看一下，耶！那我们来统一一下呢，回复大家的疑问。那很多人可能会问呢，它是什么品种的狗？它其实呢是西伯利亚 husky， 是跟 panda 一模一样的品种。然后呢，现在是2个月大。哎呀，不要看它这样楚楚可怜，它现在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破坏王，已经把我一双皮鞋给咬坏，然后也把我们的拖鞋给咬坏了。所以我可以想象呢，这两只狗在一起的时候，真的会天下大乱。但是我现在讲话不能太大声，因为我等一下呢要 prank 的主角是我的女朋友，但是呢配角就是他们。Hello， 狗狗姐姐。Hello， Uncle Andy， I'm 功夫。好的，我先跟大家聊一下我的 plan， 就是现在呢，我是静静偷偷的起床，然后他还在睡觉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会把这两只狗，那功夫 Panda 呢放到我的家里面，因为这边是我工作室嘛，然后呢偷偷藏起来，假装他们是不见了，再制造出一连串的这个事情，让他相信是真的不见了，看看他的反应会怎样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呆萌的啦，你想象你自己最心爱的狗不见掉你，我的下场会极严重啦。God bless me， 但是他作为挡，我就不会放。过他的 ，check it out。嗯？给大家看看功夫的杰作，你看这么小小年纪就会咬到这样了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他平常休息的地方。那每天呢，我们都会放他出来去玩。为什么他在笼子里面休息呢？是因为他还不会大小便。唉，公狗真的很头痛。如果你们有人知道怎么训练他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在非常头痛。但他们每天都会有非常多的自由时间呢、啊。然后他非常欺负 Panda， 他们两个只要我们在的时候就一点都不恩爱，我们不在的时候恩爱到半死，我们在他们就一直争宠。所以现在呢，是时候想一下。OK， 现在功夫跟 Panda 已经上车了，你看多么帅。然后这是功夫第一次绑这个绳圈，不过我觉得他表现得很好，已经懂要走了，他非常聪明。我们现在要去藏你们起来了， Let's go。先暂时把它放到这边来 ，OK。现在把它放到我的家里面来了，然后现在最重要就是要回去把这个戏演完，去骗 Andy 啦。他完蛋了。哟，我现在已经回来。就是把狗狗藏起来了，然后呢，现在我就要制造一点这个灾难现场。这个就是我制造的现场给大家看。首先，我先把这个狗笼放到这边这样的情况，然后打开它，然后这个门要开住一点点这样子 ，OK。所以我就要跟他讲，可能外面的门没有锁好，所以给人家机会趁虚而入。然后呢，现在更重要是怎么样，我就要把它惊醒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喂，行，狗不见掉，我找不到狗不跟白大。什么东西狗不见？找不到，门，我不知道门怎么开住。是不是你没有？怎么开住？是不是你没有锁啊？什么叫我没有锁啊？我在睡觉，为什么你没有锁？没有，是不是你没有锁啊？什么叫做我没有锁？我起来的时候看到门在锁，我想要水，如果没有水，白大，你看这边真的不见了，我找了外面，我找了，真的没有。娜，我真的找了，你有什么？没有，我真的找了外面没有。什么叫做你找外面？是不是你没有注意到？什么叫做我没有注意到？你是我先睡的，不是楼先睡，我先睡，你才睡，我先睡，没有，
不是我是吗？是我先睡的是吗？什么？是不是你不小心弄到？我在哪里？没有，是不是你不小心弄到了呗？快点进去找。没有没有，周伟先在那里。你不要紧张，你过来先。没有，去找啊！没有，你先想一下办法先。想什么？没有，你先想。我不要想。去外面看，去外面看，恐怖有没有？在外面。天哪！天哪！你不是也找了没？我就是看你啊，我可能我没有注意到那些房间那些，我就是看你，我找不到，奇怪。天哪！你找不找我不是？我是看到不在，所以我问你啦。你怎样看到不在？因为我就是看到不在，所以我就问你是不是这么听不见掉。所以就是怎么样？我起来我就看到这个笼子起来开起来了。OK， 现在我们不要吵先，我们先想办法解决先。这样，我们先想办法解决先。想什么办法？没有，如果是门 auto gate 没有开，一定是人家进来了。auto gate 没有开，所以这门是你自己没有关的。不是，我没有关，可能是你那时候是我嘞。什么事？我没有关。可能是你不是我吧？不如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先马上上，没有马上放飞速哎！你现在马上去，你这边现在等下谁看到哎？我给我现场说，现场说，等下。走，我们找一下也怎样？在哪里？看附近有没有？在哪？找看看附近有没有？在哪？在哪？别，这样走不是吧？我们开车走，走，赶快开车找，赶快，这样走不是吧？赶快开车。对，你看一下附近有没有？我不能帮你看，因为我要开车。你叫看他们的名字。天哪，你叫这么快，怎么叫 ？OK， 慢一点。天哪，功夫叫看。功夫。叫功夫偏大，叫功夫偏大比较好。你别老笑呗，这。功夫偏大。我有什么事啊？你负责，我跟你讲。没，又是我，不一定是我是吗？根本就是因为你没有锁门啊。可能是你没有锁到门内，谁懂？最好是我啦。OK， 我再慢点，你看。天哪！哎呦，天哪！你不要加这样快啦，怎样看？你叫他，他会反应的吗？天哪！如果真的找不到，只可以上飞速或者去报警哦，勾力哦。找不到你负责。想负责，我不是我的问题，可能是你的问题呢，不一定是我是吗？根本就是你、啊、找来先 ，OK？ 可能是他们自己溜出去，你哪里懂？自己溜出去，他们是很厉害呀、啊，会开门啊！这个越见越远。没有啦，我可能他跑回去家里呢，之前还住过这边吗？我们找看啦、啊。那你可能会回来这里嘞？反正都绕到了，看一下，可能他走着习惯呢。走着习惯什么东西？你别浪费时间。我也是很紧张，好不好？不是只有你紧张，可能是你弄不见了呢。你不要什么的，我明明就是你这。哇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凶吗？冷静一点可以吗？好心你。冷静吗？狗会找到的 ，OK？ 它会回来，可能出去玩不了 ，OK？ 你会在这边做什么？别紧，我找看，我叫爸妈帮我去找。走啊！劝你。走，下车。怎么你要浪费时间？看一下，会不会自己回来？哎，他们真的自己走回来。Hello， 你谁呀 ？Hello， 苏西。怎么你要玩这种东西啊？哎，我这个跟你比较客气啊，表弟。我跟你有什么事严重啊？Hello， 可以了，回家，走，回家。Stop, so exciting. Yeah. Okay. No. Okay. 怎样，亲爱的，这个 prank 好不好玩？大变了你。好玩吗？紧张吗？刚爽吗？爽吗？叫我特地回来爽吗？走开。爽吗？好啦，这个 prank 拍到来已经差不多快三点左右，我真的觉得我是在折磨我自己啊！怎样爽吗？对，你啊。那其实可能你们如果没有养狗会奇怪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紧张狗，但是真正有养过狗的人，狗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，所以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我们会非常紧张。希望你们会觉得这一集影片不错，那也记得呢保护好你的狗狗，然后呢要更重要就是爱护你的动物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记得打开小铃铛订阅我们， Goodbye。